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圈哦。那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昨天我跟我女朋友聊天的时候，她在传了一段 YouTube 的影片给我，那是日本他们在制作玉子烧，然后他们那边使用玉子烧都是那种方形的锅子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用平底锅做出玉子烧吧。材料蛮简单的，就准备三颗蛋，应该是会比较刚好。还有，因为我要做起司的，我准备了两片这种起司，一点点的盐巴打蛋。就分批把蛋液加下去，蛋液如果泡泡的话，要把泡泡搓掉。第一次太失败了，再做第二次。啊，破了！啊，破了！破了！失败，叫我买的东西。你拿分给他，就捏给他小的。对。觉得还是方形那种锅子比较。这个最有戏，那感觉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们是为了要让它吃起来要比较好吃，对，要让它比较好吃。看人家是用高汤啊，那个比例要看怎么加。我们那时候煮都是用一大桶，看人家是用高汤，然后这个下面要让蛋液流下去。好，这次成功多了。好，看一下切面，好香。有啦，一定会熟啦，它只是蛋而已。看切面，其实你说切的时候，这切面超漂亮的。好，我们这次玉子烧算大功告成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在右下角点个喜欢。想追踪第一动态的话，可以订阅我哦。拜拜。你要不要吃？来啊，吃一口。试吃时间。안녕하세요하모이차키你是公安。오네有点恶心。哈？为什么？软软的，它就是应该有少一些什么东西，它吃起来就是蛋。对啊，就是蛋啊，我也只有加蛋而已。嗯，可能够咸，其实味道很重。嗯